七个坏球，也投得很小心，打者选球又选得很好。生涯两人的对战，史潘威伦占了上风，36个打数，林鸿玉8支安打，有1支全垒打，10次单振，1次保送，对阵打击率2.22，好像是例行赛的一个数据的统计。哦，这个半局应该本来潘威伦应该在休息室里面的，我现在一个失误，你犯多严重？对。考验这投手能不能顶住压力了。这个棒界外球，这个球是压得够低，哎，对，没有被他扛到。本季在蛮累的情况，林鸿玉以后有一支满贯炮，7打数3安打，例行赛的时候。一坏球，林鸿玉今年满贯炮是打林英杰的，本季他第一轰啊，例行赛第一轰。这个球打到中右外野，已经掌握住了右外野手刘富豪，接下出局。拉米戈桃园队留下了满垒的残垒，没有添得分数。6局打完，拉米戈是2-5，3分落后。